飞镖上有毒，没想到吧？解药我有，但我凭什么要给你呢？关外叔，这件事与他无关，把解药给我，我任你们处置。给你可以呀，但你要给我跪下。关外叔，万总，你不要，那我扔了啊，不要。 给我打！ 听说很多人看不到你的庐山真面目，我今天倒要看看。把他给我杀了！ 小香，来，慢点。你没事吧？你想亲我？谁想亲你啊？我是你夫君。
你想亲就亲吧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这种玩笑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冷静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连累了你，不然你也不会受伤。小丫头，是你救了我。 怎么会是连累我呢？你看现在天色晚了，我们就在这将就一晚吧。你先歇一歇，我去给你找吃的。哎，义父，上马车啊！收获如何？我早以为你备下酒席，为你庆功。义父，你有所不知，嗯。 我们本来打算伏击那个绸缎商队，谁知叶灵霞竟然半路跳了出来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打斗中我不小心刺破了一个麻袋，这里面竟然洒出了大把的盐来。啊！哦，这么说，这帮人拿绸缎为幌子，干贩卖私盐的勾当。对，这帮私盐犯。 见事情败露，便更加丧心病狂的攻击于我。不过还好我聪明绝顶，沉着冷静，上知天文，下知……说重点，这一边是私盐贩子，一边是叶灵霞。我看看他们过多纠缠也没什么好处，于是嘛，我就把这些货抢了回来。说了这么半天，还不是因为打不过吗？也不能这么说，小宝腹背受敌。 抢过这些东西已经很不错了。哟，还是我们南湘同情达理啊！不像有些人。对了，南湘，这些布随便挑，拿去做新衣服。真的？还是小宝哥在疼我？这小子开窍了，终于知道南湘的好了。太主啊，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遇到什么叶灵霞了？说不定是没占到商队什么便宜。 自己编出来一个理由也不一定啊。小宝不是那种人。对了，对，看在你还惦记南湘的份上，我就相信你这一次。这个庆功酒嘛，嗯，赵和，谢义父，兄弟们，搬屋喝酒去。好，喝酒去。好，我拉进去。走。 你还愣着干嘛？快帮忙去！我看这小子真的回心转意了，不然他不能把绸缎全都给你啊！我就知道，小宝肯定心里有我。啊，他能想通最好啊，也了了你爹我心里的一桩事啊。看来在他心里。 还是你和山寨更要紧。嗯，那个小丸子，还是留给我了。爹，啊，那就是个狐狸精，山寨不能留他。不，你懂什么呀？啊，美女就要配你爹我这样的英雄。爹，他算什么美女啊？他现在就是个癞蛤蟆。拿上你的绸缎。 走走走！小宝，不好了不好了！我们的货被叶灵霞发现了。叶灵霞，石青，你当初为什么要当叶灵霞？ 我自幼丧母，而我母亲正是被一帮匪人所杀，所以我从小就憎恨那些恶人。所以自那以后，你就假扮成叶灵霞，惩奸除恶，行侠仗义。另一方面，我也想借这个身份查清杀害我母亲的凶手。 人在做，天在看。
你放心，那些坏人肯定会得到报应，杀害你母亲的凶手也肯定会得到报应。这贼老天可不会管，只有我能管。我陪你一起玩。那叶灵霞和梅诗清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我更喜欢现在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也是，你作为叶灵霞，做了那么多好事，还帮了我那么多次。那你也帮过阿柔姑娘吗？你想问什么？我寻思这阿柔姑娘对你也挺关心的。阿柔啊，她是我从黑戏班里解救出来的卖艺姑娘，我看她可怜，就收留了她，把她安置在了如意楼。真没想到她天生聪慧，颇有经商的头脑，所以就把整个如意楼都托付给她了。你解释这么多干嘛？我就是随口问。真的？哦，所以如意楼的幕后老板其实就是你。当时也只是想找一个地方可以谈事，又不会被别人打扰。哦，如意楼那么多好吃的，还有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。哎，你考不考虑把这糖醋排骨的价钱降一降？太贵了，太黑了。你去吃，就记我账上。真的吗？嗯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是做梦吗？你又趁机欺负。好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赶路出山呢。嗯。任何事情千万不要出来啊！千万不要出来。找你找得好辛苦啊，你以为躲在这儿我们就找不到了吗？娘，你怎么了？你做噩梦了吗？没事，我只是又梦到他们了。他们？杀我母亲的人，我还是没有看见他们长什么样。我只看见了一根拐杖。诗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陪你一起找到凶手，给你娘报仇的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谢谢你。Thank you.
谁啊？我。郡主，今天晚上的戒备特别松懈，他们全喝醉了，咱们现在就得走。今天晚上就走？对对对对，胜率特别大，快走快走。谁啊？我，小宝。小宝。小宝，你这么晚了来我房间干嘛呀？我来就是想跟你说，这次我听你的，一个人都没事。啊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我现在一身酒气，你肯定不喜欢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嗯，好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就在外面守着你，你早点睡吧。哎呀，你快……不必了。你也回去睡吧。小宝，小宝，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我去看看。去。小宝。小宝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可是我真的得下山，我没办法。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我一定会记在心里的。我也希望你早日脱离这个山寨，回归正途，然后去一个你自己最喜欢的地方。我走了，走了。小王子，确定小宝不在自己房间吗？确定，刚才有人瞧见他朝着碎大石的房间去了。就知道那个碎大石，一会儿知道该怎么办吧。明白。可死小宝，弄回几块破布，债主就要定你当接班人，看我把这两箱货放到你房间，债主怎么收拾，让你吃不了兜不了走。走。你听没听见他们刚刚说他们要嫁过小宝，小宝明天可是非死即残啊。没事儿，郡主，现在不是说这事儿的时候，你看守卫都打盹了，如果不走的话就没机会了。我们不能走。不走就没有机会了。是这样，小宝对我真的很好，我现在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，我这不是见死不救吗？啊，这样我现在去把他们那些赃物给拿走。哎，你疯了？你没看到他们盯着小宝的房间呢？你现在去不就是送死了？那我去通知小宝。你可想清楚了，如果今天不走的话，你可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。我不走，我真的走不了。何大叔就算我欠他的，我必须得救他，真的。这样吧，郡主，我也不能扔下你一个人，我留下陪你吧。行走江湖，义气最重要。我这次就帮帮你，我也不走了。走，快，快走！宝，小宝，宝，醒醒！怎么了？孙子怎么了？哎呀，小丸子没事，你知道我们看见什么了吗？啊，不能走了。哎呀，你别睡呀，祖宗！哎。我们看见五爷了，五爷要害你。五爷来看我。哎呀，五爷要害你，哪是看你呀？哎，
我们刚才看见五爷的手下拿了一堆的东西去你的屋子里，我估摸着可能是把那些战利品想藏在你的屋里嫁祸于你。他要嫁祸你？要嫁我？嫁祸要害你？我现在去找他。哎，祖宗，祖宗啊！小宝，小宝，你理智一点，你现在去了有理也说不清的。对，我觉得郡主啊，不，我觉得俊俏的小丸子说得很对，你现在去了以后就是被反咬一口。咬死！小宝，你清醒一点，现在是有人要害你啊！人好看，我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给我起来，起来，快点！很水，很水。宝爷，这是咋了？哎，宝爷，宝爷，疼！你们进了屋你都不知道，睡得像死猪一样，看看床底下有什么。这是什么？这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气死我了！两个废物，把衣服给我穿上，给我过来。是。弄了点，看明天你怎么死的。哎呀，我得好好谢谢小丸子。小丸子，哎，怎么样，事情解决了吗？托你的福，感谢父老乡亲，感谢你，已经解决了。那就好，举手之劳。小丸子，嗯，说真的，其实你是长这么大我见到第一个长得又好看对我又好的人。那你从小到大就没有人对你好吗？怎么说呢，我从小无父无母的，天生地养，小的时候吧就被南霸天捡到了，带我做了山贼，虽然说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，但也比我当时小时候差点饿死强吧。我特别能理解你心里的苦，那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方式生活啊？怎么换嘛，俗话说得好，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。对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先回去了，今天晚上谢谢你啊。这一次逃跑又失败了，之后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逃走了。要不要休息啊？不用，如意楼的排骨在等着我呢。少爷，桑，可找到你们了。你们怎么受伤了？恢复再说。寨主，您昨天晚上没少喝酒，特意给您送了点水果来。嗯。还有事儿？哦，寨主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讲啊！寨主，我听一个兄弟说啊，他昨天晚上半夜撒尿，突然看见一个人，是小宝的手下，悄悄抬了两箱货物进了屋。我觉得这件事儿非同小可。啊，
藏私货，青龙寨大计，确定吗？虽然我那个兄弟是亲眼所见啊，但是他万一要是误会了也不好。要我说呀，咱们就查一查，就真相大白了。英凤，吃水果了，这些都是兄弟们今天刚摘的。哎，这昨天老五他们吃剩下的水果怎么在这儿？这都烂了，衣服你看。又学我是吧？我干嘛你干嘛？我告诉你，小宝，你送水果也没用了，债主让找你。找我干嘛？哎，衣服，你想我了？想你个屁！老五的手下说看见你的手下半夜三更提了两箱货进了屋，藏私货。啊？不可能吧，不能够。义父，我跟你说，我手底下的兄弟们那手脚都干净得很，干不出来这种事。装，你在装，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吗？老五，我警告你不要乱说话，你血口喷人。你好了，口说无凭，我们去搜一搜不就知道了吗？债主英明，搜，可劲搜。义父，我跟你说，小宝，我对义父那是绝无二心，而且小宝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斜。而是，那最好了。别胡说八道啊！我都把腿给你打断。寨主，我真看见他们把货藏进这间屋里了。嗯。老大，什么都没有。这，老五呀，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不可能！老爷，我是要脸面的人，以后我在青龙寨还怎么混啊？义父，您可得为小宝做主啊。老五，哎，寨主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你真看见假看见了？胡说八道，把你牙打下来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别再说铁柱了，我觉得吧，我小宝爷呢要的是公平。你查了我的屋，咱们就要查整个山寨，对，哪个屋都别落下，彻查一番。小宝说的有道理，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那就彻查一遍吧。小宝，要是真从你手下查出货来，怎么办？这个嘛，那国有国法，咱们家有家规。该是我小宝犯错了吧？我肯定认。但要是有人把屎盆子扣我头上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那是。来来来来来，快看看试试。来来来来，怎么是我们的人？这，哎呀，我原来是他们吧？我这不是，这样，这不是，不可能是现在就错了吧？跪下！老大，就在他房间搜出这两箱货，跪好了。怎么可能？哎呀，这是谁呀？快让我看看。这不是铁柱吗？哎呦，我要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五爷的手下吧。小宝佩服佩服，这个贼喊捉贼，大义灭亲呐。哎呀，你说早知如此，我当初就不应该要求要彻查此事。多大点事儿啊，大家兄弟一场，我帮您认了，给您扛了，那不就是吗？是吧？你说现在非得把事情闹这么大，五爷您说怎么办吧？哎呀，五爷，你应该不止藏了这两箱吧？少在那儿放狗屁！你血口喷人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。来，来，谁怕谁？来，来，来，说，说，说，闹够了没有？
老五，现在人赃并获，给我个解释。差主，我对您是忠心不二啊，绝对不会做这种下三滥的勾当啊。意思是说，这事儿和你没关系。站住！我要是做出这种事儿，我天打五雷轰啊！轰死你！好，好，国有国法，债有债规。他是你的人，你说怎么办吧？